睇下香港戏，品戏曲人生。观众朋友，你哋好，我系李前湘。嗱，咁由2012年嘅1月份开始咧，咁我哋亚湘港戏咧，将由呢个原来嘅人物访谈类节目咧，就改变成为咧就系戏曲综艺杂志类嘅节目咯。咁新改版嘅亞湘港戲咧，將會集呢個專業性啦、趣味性啦、服務性於一身嘅，咁啊力求咧令觀眾咧有豐富多彩嘅享受，力求令大家咧耳目一新嘅。不如咁啊，我哋一齊睇下新版嘅亞湘港戲有乜嘢新嘅內容啊！在《老官有約》这个戏曲访谈的板块里面，我们将会请来了这个戏曲的艺人，跟大家讲下他们舞台上下的精彩故事。我们会请来这个当红的名角，还有剧坛的长青树，还有年轻的新秀，跟你们讲下他们的故事。我们这一期就请来了青年的新秀朱红星、冼鉴堂，跟大家讲下他们的故事，一起看看。我哋戲曲藝術咧點樣傳承嘅咧？就係、一咧就喺學校裏邊教啦，咁啊二咧就係、有師傅啦，咁樣一代代薪火相傳嘅。咁今日咧我就係揾咗兩位咧青年演員嘅，咁一位咧就係、郭紅女嘅徒弟啦，一位咧就係、彭志權嘅徒弟。好，介紹一下呢位咧就係、紅女姐嘅徒弟啦，朱紅星嘅。小姐好。係啦，咁呢位咧就係、彭哥嘅徒弟。冼鉴堂，小姐好，系啦，咁啊同观众打个招呼，大家好，系啦，咁啊，两位青年咧，咁啊有一个共同特点咧，就系好有朝气啦，同埋啲笑容好靓啦，系啦，咁啊，星啊讲下啦，你喺边度乡下噶？我茂名噶。啊，茂名，茂名嗰度好兴粤剧噶喎。系啊，都几多人学粤剧嘅，咁初时都有时细细个听屋企人提过咁样样咯。系啊。你第一次聽粵劇是大約是幾多歲到咧？其實是入了粵劇學校才知道係粵劇係乜嘢嚟嘅。哦。因為我親戚佢係學都有寫劇本㗎啦。哦。係佢叫我入粵劇校讀書嘅，我入了粵劇校才知道哦，原來粵劇係咁樣嘅。哦。咁我知道一堂咧就係廣西喎。係啊係啊。咁廣西咧同樣咧都係一個粵劇嘅一個即係好興旺嘅地方。冇錯。因為我屋企我阿爸咧。都是粵劇團的，咁就梧州粵劇團佢原先咧係做演員，咁後嚟咧就轉咗做舞台，咁依家係擔任梧州粵劇團嘅舞台技師。咁因為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即係啱應該話啱懂事啦，咁嘅時候都已經睇即係跟阿媽媽去睇爸爸做戲嘅啦。嗰時印象咧就經常。他哋成日出差啦，一去就幾個月嘅喎，咁啊，即係成日我阿媽咧講翻俾我知話，細時候咧話曾經試過，即係連阿爸都唔認得啦，因為成佢哋冇事，即係以前演出唔似依家啦，一做就一兩個月嘅，咁成一兩個月，我好似好細個，爸爸翻嚟都唔。叫叔叔啊！叫叔叔啊！呢一樣嘢咧，令我諗起宋琴啊，阿琴姐咧，兩公婆咧，佢哋一個團啊嘛，成日落鄉演出咧，翻到嚟個仔唔肯叫佢哋，太耐冇見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嗰次細細個真係不過我就冇印象，我阿媽講翻俾我知嘅，即係我就係咁樣，即係係咁嘅環境裏邊即係長大嘅。咁都幾有趣啊！咁阿紅星有冇啲好有趣嘅嘢咧？細細個，細細個都冇咩特別。都是入了粵劇校先咯。咁考試嗰陣時咧，你又唔懂粵劇嘅，咁嗰陣時係唱乜嘢啊？只係唱下歌啊，跳下舞啊。咁老師就攞張紙仔叫我哋讀啲咁樣嘅口白啦。而家所謂嘅口白啦。啲繞口令啦，係咪？係啊，咁就望住張紙就係咁讀啦，讀完出嚟哦，咁得啦。去考試嘅時候，原先我係企邊邊噶嘛，排位。咁個老師盤老師盤美霜老師就將喺旁邊拉拉拉拉拉喺中間啊！我叫落腰啦，落唔落到啊？唔識啊，咁啊扶我落，咁啊落差咁樣就係咁樣考。即係睇下啲筋骨。係啊，咁考試當時就唔知道自己會唔會考得入粵劇學校咁樣啦，驚自己考唔入嘅條件唔好，咁咧就順便就再考埋群民班咁嘅樣。乜嘢班啊？班群民班即係去跳舞咁樣嘅群化群眾文化藝術係群眾文化藝術，我第一次聽咗。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已經有群文班同埋粵劇班咁樣嘅。哦哦哦哦，咁就去考試，
點知佢考試時候個招生嘅主任就話：你叫咩名字啊？咁我就話我叫朱紅星啦。咁就哦，你唔使考噶啦，你粵劇班收咗你啦。嚇、啊，收咗啦，咁就入咗粵劇學校啦。哇，好犀利喎！咁啊，我諗啊，堂考試啊，好好噶咯。咁你由細聽粵曲聽大噶喎。其實唔係咯，我咧即係唔知點啦。我阿爸以前咧唔係咁中意即係我自己嗰啲仔女做呢行。係啊，咁即係雖然當時知道我阿爸係做戲嘅，但係自己。都去看，但是沒什麼印象那麼多，一直到中學，我記得中學到我是初中三年級，那時呢廣西藝校就落來我們梧州那邊招生，就是南寧的廣西藝校，落來我們招生，當時條件是挺好的，他說即是畢業了之後是他有幹部指標，那時很重要的，我記得幹部指標呢，當時即是畢業的話，很少學校話有幹部指標的嘛。咁我媽即時就推我去讀，唔係粵劇喎，係舞蹈。哇！跳舞啊！係舞蹈。咁我嗰時好細粒，即係應該都比同齡嘅細路仔係細粒好多。嗰時幾多歲到啊？你印象中係十三四歲咁到，因為係將近第三年，即係已經讀緊第三年，未夠十五歲，咁啊讀緊第三年，我好細粒嘅，咁啊去報舞蹈班啦，咁報舞蹈班，咁咧老師同我度即係啲尺寸唔係好掂喎，咁啊太細粒，識唔識跳舞啊？唔識嘅喎，識唔識唱歌啊？都麻麻嘅啫喎，咁樣，咁應該就即係去面一面試，應該俾人摟咗出嚟啦。咁啊摟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啊應該啦冇咩啦，咪繼續讀書啦，咁啊，咁但係我阿爸咧。咁就知道咗，佢唔單止係舞蹈班落嚟招生，粵劇班都有。咁啊算啦，舞蹈唔得，佢報粵劇試底股咯咁啊。咁因為佢都有啲朋友啦，咁佢喺嗰行，我八十二歲入行嘅，都有好多朋友嘅。咁佢話我有個朋友喺嗰度做老師，咁啊你去試下啦咁啊。咁啊去報粵劇，咁啊都唔識唱粵劇，你話識唔識唱粵劇唔識啊？咁啊，總之郭富城嘅當時記得唔知係嗌姑啊！我唔係郭富城嘅，係林志穎嗰支唔知咩嘢。哎呀，我唔記得咗。係啊，咁啊，總之咁嘅歌啊，唔得啦，咁啊叫做係有啲關係咁入去啦。咁啊初試算係過咗啦。咁後嚟馬上翻嚟，我阿爸就教我唱支《三百粒鐘》。嗰段前面嗰段仔，咁就去。經過兩個月之後就去復試，復試咗咁之後就入咗啦，就學咗呢行。朱紅星同冼鑑堂十幾歲先進入粵劇呢行，對於學習粵劇嘅人嚟講，這個年齡相對嚟講比較遲啦。咁但係佢哋通過自己嘅努力，從一個對粵劇一竅不通嘅人就慢慢中意上咗粵劇。通過努力咧，喺粵劇界仲闖出咗自己嘅一片天空。係啊，咁啊入呢行咧嗱，阿紅星啦嚇，咁你入粵劇學校嗰陣時係幾多歲？十二歲。哦，十二歲，咦你細啲喎，比佢。係，我十五歲。哦，咁你啱啱入學嗰陣時即係會唔會覺得好辛苦啊，或者有啲咩特別嘅嘢？好唔適應啊，當時就會覺得好掛住屋企啦，咁咪即係大家係啊，正常大家都會掛住屋企啊，咁有時都會。日日起身咁樣練功，有時覺得好辛苦啊，都唔知點好。但係有時咧，即大家同佢一齊咁樣玩，有時又會好開心咯。係慢慢慢慢喺咁樣情況下之後去適應嘅咯。有冇喊？有啊，我好多同學都會喊，練功喊定係諗住爸爸媽媽喊？諗起屋企。即係練功辛苦，呢度痛嗰度痛，周身痛嘅時候就諗，哎呀，如果老豆老母喺身邊就好啦咁樣咯，都係好掛住屋企咯。都會咯，係啊。不過我哋。即係我就冇，不過我就多少入去啦。咁因為我哋全日制，咁啊啲生活啦都要自理。我係十五歲，即係應該係十五歲初中就嚟畢業嘅時候咁入去啦嘛。咁好第一次離開屋企去嗰個南寧嗰度讀書啦。咁啊好多嘢都要自理啦，洗衫啦。啊嗰時我哋熱水係要自己走去熱水房嗰度打熱水翻嚟沖涼啊咩咁剩嘅，咁啊啱入去就淥親手，所以係咩都唔即係比較笨咯，各方面都係，不過都好掛住屋企啊。係，嗯。
咁誒，你哋咧就粵劇校，我知道讀六年啦，嗬。咁你哋廣西嗰個藝校讀幾多年㗎？三年。三年。嗰時叫做係速成班。哦，真係好速成喎。好速成係啊。哦。誒，而家諗翻轉頭係，即係對於我哋呢行嚟講，我覺得係基礎係唔夠，即係三年你話。就係齋練基本功，我覺得三年都唔夠時間啦，唔好話學戲、學唱各方面。嗱，咁呢三年咧，你有冇咩特別難忘嘅嘢？再入去，即係基本上身體啊、筋骨啊特別，我哋呢行最緊要啊，都硬曬，基本上定型咁滯。咁係啊，你十三四歲係好辛苦啊！嗰時咧練功練到咧係要，我記得係。初入去的時候，即係我哋上宿舍樓啦，係要爬上去咁滯啊！即係全身啊，即係不過好彩嗰時都恢復得幾快，即係第二日瞓醒覺冇事。特別咧係放完假咧翻學校咧，哇！練幾日功之後就辛苦到咩咁？係特別嗱，係啊！我哋年紀大咧，真係放完假之後再翻去嘅時候，特別係感覺退即係嗰退功啊，退得零舍快嘅。翻阿紅星咧。我啊就係、是入學一年級嗰陣時咧，就是、因為我哋分大組同埋細組嘅，咁我哋細組嗰陣時就係啲年紀差唔多嗰啲同學啦，啲女仔，咁相對入邊咧，我嗰啲筋骨係算硬嘅嗰、那個，咁啊練起身又比較辛苦，同埋唱功啊各方面啲條件就差啲嘅，所以當時後嚟有個唱功老師就話不如。你條件咁差，你轉行算啦，唔好再做粵劇啦。慘啊！係啊，你轉舞蹈啊，舞蹈嗰邊嘅主任覺得你身材幾好，即比例幾好，不如你如果你願意嘅，咁就可以我幫你打報告，咁就轉過去咁樣，就問我意思。我當時喺度諗，咁辛苦考咗入嚟，要我轉過去，我又唔係好願意喎。即細細個有時好勝心比較強。就會唔得，我唔信自己真係咁差，所以就冇轉，就堅持落嚟。我覺得都係好似阿星咁樣，真係要堅持呢行，因為我哋當時入去啦，啱好係轉聲期啊，轉聲期嘅時候，我覺得嗰時咧係連個哆唻咪花個巴都上唔上去，係啊，全程啊，我記得係有一個學期係全程嗰個唱功啊，即係唱功課，我係坐就齋坐喺度，就係聽同學唱。我根本唱不到。哦，你可能是變聲期啊。係啊，啱轉聲期啊嘛，咁啊把聲好似打爛螺咁，好插噶。係啊，會嘅。係啊，成個學期我就坐喺度聽，咁後尾後嚟轉定咗咁之後，我就即係自己當時係好辛苦啊咁個感覺啊。即係好心急啊！一路堅持，雖然唱不到，但係自己翻宿舍啊，或者平時啊都攬下，所以哪怕低八度都好，都去攬下佢。咁卒之一轉定咗，係我記得好怪個感覺啊！係其中有堂課，咁老師話阿冼家豪，你不如你試下啦咁樣。我哋當時係唱《石路榮》。石路明咁當時以是繁龍鳥咁啊，咁啊唱唔起嘅嘛當時啊，咁但係我覺得我好似 OK 喎，即係突然之間得咗嘅，係啊，突然嘅，好突然嘅，我係好奇怪嘅感覺，因為之前成個學期我係坐喺度，完全即係老師知道你唱唔到，哪怕叫你試，我都唱唔上去嘅，咁啊就係嗰堂課。開始試下啦，咁啊你坐咁耐咧，不如你試下啊嘛，好啊咁啊，一唱由頭唱到六尾，OK， 咁就從嗰時開始，即係平時啊自己都有低八度啊，或者又如果唔係即係嗰次機會，即係俾我即係應該都唱唔落啊，因為如果冇心嘅話，所以最多話堅持好緊要咯，堅持即係雖然做唔到，啲堅持去學，我覺得呢個咁啊好啦，咁啊到排戲啦，排戲咧你會唔會好開心㗎？哦，即係練功咧，因為好悶噶嘛，咁啊突然之間到排戲嗰時，自己好開心噶。會啊，會覺得就
當排一啲著大扣嘅戲嘅時候，第一次著咁啊，會覺得誒好緊張，點解啲衫咁嘅樣嘅？揈下揈下啲。係啊，會好好奇點解啲背鰭係有四支鰭咧？咁樣著埋啲嘢，又揸啲刀槍把子，因為排起身就覺得好有趣，又覺得啊，原來有一個故事咁樣嘅。嗯，啊，咁你嗰時咧排戲，你一開始係排咩戲？我哋我記得係一個啊幽溝啊。啊優秀啊馬丹婷嗰個《星之蝶影》嗰個戲啊，我哋即係我哋速成班啊，都係以文戲為主。嗯，係啊，我應該都未著過卡，喺學校未著過。咁啊，嗰陣時係感情戲咯，嗬馬丹婷。係啊係啊。咁你細路仔會唔會覺得即係有啲唔係好識表達啊嗰啲咧？係。應該是完全沒感覺第一個戲只不過是老師教你是這樣走出去你是這樣唱完機械人、你那個水袖當時抖水袖都不懂、我當時是哇老師很厲害跟我們教戲的時候兩下就抖了上來、我們是摸來炒飯摸來是的炒來炒去炒不明白不過那時候、第一個戲都而家望翻落去啊，係唔識，係啊係唔掂咯。即係發夢咁就做。係啊，發夢嘅，當時係冇感覺嘅。咁啊，星咧嗰陣時排咩戲啊？有邊個戲即係好印象深啊？你自己？印象最深啊，《胡家莊》。啊，《胡家莊》咦？係啊，武打戲嚟嘅喎，你做胡三娘。係啊係啊係啊，就跟老師學咗成出戲咁樣，有唱啦，中意又有唱又有打咁嘅樣就好多嘢啦，各方面都。刀馬旦需要嘅嘢都集埋喺入邊，就會覺得啊，好得意咯，好好奇咯，覺得呢個戲又唔錯，加上咧對我哋嘅各方面嘅身段啊比較協調咯，可以鍛鍊到自己咁樣咯。哦，即係呢個戲。咁你哋嗱，即係排戲嘅過程中又有冇啲咩故事講俾我聽下？我係記得最傷心嘅一次係甩頭。甩頭最怕啦！嗰時係做嗰個放培啊，放培咁我哋係要水化，咁水化初時咧，咁啱排好啦，咁唔知嘅，咁因為平時咁樣都扎住練㗎，咁但係一到演出嗰晚唔知點解我頭痛，扎得唔夠實啊！從應該係等咗成半個鐘，我就扎嘅，哎呀好辛苦好辛苦，仲未到咁樣，咁啊好啦，差唔多到嘅時候我。咁老師叫我，哎呀，你係咪痛咧？我想嘔啊，我唔掂啦，係你叫下佢咁，我自己叫，咁啊攞嘢，叫到鬆曬，一出去做得半場唔夠，成個頭甩曬，啊！咁當時即係自己翻嚟都即係我個人即係唔中，即係又唔會喺人面前喊啦，咁就自己都背，即係喺匿埋默默咁樣喺度傷心。好傷心，即係好嬲自己。即係所以從嗰次之後咧，每次我個頭即係應該印象之中，而家係未甩過，係啊。即係幾大都綁實啲，幾大綁實係寧願痛。嗯咁做咁多年戲啦，而家都綁到應該麻木曬。所以有時咧，失敗就係成功之母啦。啊，呢一樣嘢即係令你即係你唔會喺呢度再慣啊。係因為好醜嘅咯，係啦係啦，喺個台得頭即係頭髮咩咁就。又做唔落去啊嘛，後面好多後尾枕應該好大啊，後面好多技巧啊，咁啊我嗰時唔識啊，一尾即係又冇水法，都做埋啲技巧，即係所以係好難過。因為我哋咧，我哋入行咧，老師咧除咗摸下你啲手腳咧，最緊要有一樣咧，摸下你有冇後尾枕。啊，係後面咁你有嘅喎，你好犀利喎。有㗎，係啊，個個都有嘅，有嘅。如果冇咧，你就好容易甩㗎。係啊，佢近即係棘住佢啊。係咯係咯。咁啊，阿星咧有冇啲好似佢咁魚嘅事？都冇話咩特別，只係有時演出嗰時，有時會失手就會好似做嗰個借線，攰啊，到最後個人攰啊，要打到中間嗰時要打人哋要打原地前橋嘅，但係我咧個條腰硬打唔到就自己改咗，係自己就改咗打連埋後拋斧，打咗五個連埋後拋斧中間嗰度。咁再到最後準備結束㗎啦，要俾把線俾個孫悟空佢踢我嗰陣時要打個後拋斧嘅，到最後已經個手腳冇力啦，自己因為唔識得點樣去調節自己嘅氣息啦，到最後用曬死力咁過嘅時候，一鏟到成塊面呢度，即係個手冇力啊，個頭跌咗落地，係啊，就佢鏟落去啊，即係洗面咁洗，係啊，佢一鏟到就有疤痕喺度咯，成個人瓦咗。不過好彩嗰陣時已經係收尾啦，結束啦，就卸妝嗰陣時就辛苦啲咯，
就塊面卸完妝都係有笪疤喺度，損咗。係啊，損咗。係啊，甩咗皮啊，可能。係啊。嗱，好彩而家未咩啫，冇事。試過好多次㗎啦，呢度又試過，又係打下巴虎，呢度試過，呢度試過。係啊，唔夠力咯隻手。係啊，因為自己仲未好識做戲，一味谷住谷住谷住曬喺前面嘅心口咧，用曬所有力，到最後嘅時候已經冇曬力了。會㗎會㗎，用曬氣啦。即係況且咧，你個人咧，你體力咧到咁上下，真係冇曬力。我佢即係帶我去識啊師傅，咁啊佢話誒呢個閃金童啊，啱過嚟我哋青年團㗎，即係同師傅介紹喎，啱過嚟青年團㗎，佢好中意你㗎，你收佢做徒弟啦，即係講笑喎，我當時我又傻曬。我都不知道講咩，我就望住師傅咁啊，叫啦，係啊，太突然啦，咁啊，師傅我唔出聲喎，我不置可否咁啊，我當到成個人我呆曬企喺度，叫啦，咁叫師傅啦，仲唔快啲斟茶啦？咁你哋兩位咧都有一個共同嘅經歷咧，就係、是、都係拜咗一位名師啦。哦，咁啊講下咧，你同師傅即係結緣嗰個經過啊。我同師傅結緣係喺我畢業之後咁啱就去咗二團實習啦。咁就由強哥幫我排咗出藍馬，梁君強導演又幫我排咗出藍馬。咁就因為有一年師傅嘅專場就需要揾個女仔就扮佢年青嗰陣時候，即係演繹翻佢嘅藍馬，係啊，佢做藍馬同埋做佢啲戲咁嘅樣，咁啊強哥牽線啦，咁就介紹咗我俾我師傅識，咁就識咗佢啦，排戲，咁我當時排戲就坐喺身邊，哦有咩幫手就過去幫手啊，咁做嘢咁樣又唔出聲咁嘅樣嘅，咁啊後嚟直接演出啦，演出完之後大家慶功宴。咁就師傅就叫我你跟我車啦，咁啊跟佢嘅車就佢另外一個學生就車住佢同我就去宵夜，咁就上車介紹嘅時候，師傅突然之間就講咗句呢、這個我徒弟仔啊，呢、這個邊個邊個，當時我就窒咗嚇徒弟，我好驚喜啊，定係好驚訝覺得。師傅認咗我，我都唔知點好，突然之間都唔知點算，我就你好你好咁樣咯，就係嗰陣時師傅就我就同師傅結咗緣，就喺慶功宴咁時就斟茶俾師傅咁樣就拜咗師啦。哦，咁啊順理成章啦。係啊，你咧，你同阿棒哥又點樣結緣嘅咧？其實我好細個啦，即係讀書嘅時候，我當時就係聽阿師傅嘅帶，係啊，聽佢仔真飛。胡佛圭嗰啲，即係當時係好崇拜佢。到之後我畢咗業喺極團啦，即係喺梧州團嗰邊咧，都係一直都有一段時間係模仿阿師傅啲唱腔。咁係咁樣。嗰時咧，師傅即係有喺廣州做咩戲啊？我自己都走落嚟睇戲。特別記得佢當時搞專場，嗰啲節目順序我仲記得喺南方，我自己即係買車票落嚟睇嘅。第一個就係夢聯香消嗰、那個聯鳳分飛。咁就有逆水送劍歌。有搶笛，即係嗰個比較早期佢一個專場。咁讀嗰嗰時都專門走落嚟睇。即係一個偶像啦，咁後嚟我過咗嚟青年團，過咗青年團之後咧，但係嗰陣時你睇你都唔同佢傾偈喎，即係冇話上後台傾下偈。邊有可能啫？係啊，只能夠遠遠咁去，即係哪怕上後台啊，遠遠睇住佢咁咯，都唔敢行埋去嘅，唔敢㗎。咁後嚟咧？咁後嚟喺青年團啦喎，咁我都同即係大家都講起啦，好中意阿彭哥嗰陣時，當時係嘛，好中意佢藝術啊，咁啊。阿敏姐，阿曾小敏，佢知道咗，佢好關心我。有一次喺中心台演出，咁佢帶我入後台，我完全冇準備啊！我佢即係帶我去識阿師傅，咁啊佢話呢個閃金童啊，啱過嚟我哋青年團㗎，即係同師傅介紹喎，啱過嚟青年團㗎，佢好中意你㗎，你收佢做徒弟啦，都即係講笑喎，我當時我又傻曬，我都不知道講咩，我就望住師傅咁啊，
即係叫啦，係啦，太突然啦。咁啊，師傅我唔出聲喎，我不置可否咁喎，我當到成個人我呆曬企喺度，叫叫啦，叫師傅啦，仲唔快啲斟茶啦？咁我當時我係諗，即係我想係好正式咁樣，即係比如斟茶或者咩咁樣係。我當時完全冇反應嘅，咁啊，師傅就搞到都比較尷尬，當時咁比較尷尬咁樣，咁啊後嚟，有機會先啦，有機會先啦，咁啊，咁啊，哎呀，我嗰次驚到我啊，我都即係個手都出曬汗咁，咁後嚟咁啊呢件事情過咗之後，過咗之後我就一路。其實我係好想揾到個機會，正式咁樣去拜師傅咁樣。咁後嚟我哋2008年三一風雲上去上海演出，咁嗰時我哋青年團啦，咁啊奇卷三個團嘅力量集中埋，兼且好多藝術家都喺度啊嘛，阿棒哥啦，歐海明啦，佢哋都一齊過嚟做。咁嗰次上喺上海之後咧，咁就一路咁我就即係揸緊機會啦咁樣啊。幫師傅做嘢啦，咁佢好辛苦嘅嘛，喺上海啊，咁啊，有次慶功，咁就喺慶功宴，慶功宴咁啊，都過咗都成年啦，即係同即係嗰次中心同到上海都有一年時間，咁啊阿敏姐同埋華哥應該捉住我喺慶功宴嘅時候，因為我唔敢嘅，其實我好怕死，我又好即係比較內向，比較內向咁樣，我好怕醜嘅，咁啊捉住我咁啊攞杯茶啦，咁啊喺慶功宴嘅時候，咁啊我當時記得好多人，阿青仔啊、阿澤東啊，佢哋成班人春強啊咁樣，成班人即係撮合你，係啊撮合我咁樣，我當時好即係好緊張啊，好緊張，攞杯茶。走埋去師傅嗰圍台嗰度，師傅希望你收我做徒弟，要飲茶咁樣，咁師傅就飲咗茶，咁即係承認咗你啦，係承認咗，你成晚都瞓唔著啦，係嘛？係當時係好激動咯。跟師傅不單止可以學他藝術方面上的東西，還有他做人，對他生活對待朋友啊，處事啊，還有對藝術的執著啊、要求啊，都師傅要求我很害怕的，有時在師傅身邊會覺得又不敢出聲，又不知道怎麼好，害怕自己做錯少少東西。但是你師傅不是很惡的，師傅不惡，他會 很隨和的一個人，但是我怕我自己做得不好，是啊，我怕我自己做得不好影響到師傅，平時見師傅啊，都會很關心他的朋友的，我會跟到他學到，原來他對人這麼好，即是很真誠咯，對所有人都很真誠，無論對後生、對老人家，特別他對老人家，我覺得我很敬佩他這件事，年年都有敬老的，是啊，年年都敬老，搞個慈善晚會啊，為老人家籌款演出這樣咯。咁平時我有咩參賽嘅戲啊，咁我就會走去啊，師傅，我有個戲想參賽，不如你執下我啦，咁啊就俾佢執下我，咁啊教我拍戲啊。佢每一個動作，嗱你呢個眼神應該咁樣，要嬌俏啲，應該點樣先可以表達到呢個人物咁嘅樣，同埋
今次新排咗，我同阿唐排咗個代表葬花。咁我演出嗰陣時，師傅唔得閒，身體唔舒服，咁咪嚟唔到睇。咁我將我演出錄咗音，就俾師傅聽。就喺澳門演出嗰陣時，有一次就俾佢聽，聽咗之後喺個化妝間度，佢逐句逐句咁教我，就話呢個應該點，個拉開應該點，佢所有細節嘅嘢都講得好清晰，好清晰。當時會覺得啊，原來是這樣的，要這樣才可以處理好個人物的感情，怎樣才可以表達到出來這樣咯。師傅就說，你應該這樣要你可以輕聲一點，你可以帶一點哭泣聲，這樣你的人物就出來了這樣。還有每次我演出跟師傅同台演出，師傅就站在旁邊就看著，站在一手在那看著看完之後就回來告訴我知你哪裡不好哪裡不好，就跟在師傅身邊。我覺得最重要是可以跟到他做做人啦，怎樣對人對事啦，對待身邊的朋友一定要真誠啦。最主要他在演出對待穿衣服啊，他每一個位置就覺得啊，你這裡做什麼不整下他，你最好衣服一定要將你前面的衣服蹬一下，就不要有接位出來，這樣你整個人就漂亮了咯，這樣咯。各方面師傅的要求，對藝術上的要求很細緻的咯。學到這些東西。好，那阿唐呢？是啊，其實真的是的我們戲行也會說未學做戲才學做人。我覺得真的是特別阿星師傅也是這樣，因為我師傅也是這樣。你師傅又特別做人是好人。是啊，真的啊，他的關係真的搞得很好。通行都知道，通行有名。是啊，通行有名，兼且他是沒有架子，什麼架子也沒有，他是做什麼他是做什麼都可以，萬能老官。是啊，他什麼都肯去做，文又得，武又得，丑又得，什麼都得，所以其實這件事就很值得我去學其實我喜歡師傅也是這件事，即我自己現在我自己的路子都是我什麼都做什麼花面蘇生什麼交給我我都做好他其實我覺得自己這樣很開心師傅也很開心，他現在都是他又拍劇啦，又多演出啦，又成啦，但係佢依然係每日我都見佢精神，我容光煥發咁樣嘅成個人，其實就一個心態係啊。其實師傅好關心我噶，我每次演出即係無論邊度，只要佢係得閒，佢唔使話拍劇啦，唔使演出啦，佢都會嚟睇我嘅。好似上次我同阿星喺中心台咁做嗰代玉葬花啦，咁有一晚係做長劇《刁蠻公主》，佢都有嚟睇。一路在下面咁樣中場休息啊，佢上嚟都同我講，其實之前咧都睇過我花樣嘅，佢話演員最緊要對眼，係啊，對眼好緊要，係啊，可以即係全戲，係師母都係，佢話而家我哋呢啲即係我嚟講啊，即係後生演員啫，即係唔識得話好識運用對眼，唔夠專注，唔夠入角色，即係。眼神不懂得是去怎樣去運用它，能夠在個點子上去用。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即是做了那麼多戲了就是要研究這件事怎樣能夠表達清晰就很重要咯，即是將內心的感情很準確地表達出來師傅每次都跟我說，但是自己即其實是知道即是知而行難即係而家自己未夠班，要慢慢嚟咯，要慢慢領會咯，要慢慢浸咯，係啊。但係師傅每次同我講，我都會係記住邊樣眼神身段邊度需要特別唱腔佢有時成日話我啲腔點樣講咁即係太多得滯啊。其實唔使咁花，佢話依家係以情代唱，唔係話。將啲腔料到係啊，太花咧就即係有時甚至係越簡單越好咁樣。即係同埋咧，最緊要露字咯，因為你唱係只要將嗰個字講出嚟，你先至再用啲腔嚟到修飾。假如咧咿呀呀咁樣，即係又唔知道你唱乜嘢，就變咗即係本末倒置。係啊，即係達唔到嗰個意思咧就。朱紅星畢業之後應工刀馬旦。扮相超丽，表演身段规范啊！咁而家仲尝试表演小旦同埋花旦，喺各方面提升咗自己。
而冼鉴堂呢，作为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主要应功你的小生、武生，嗓音清脆，扮相俊俏。他拜彭志权为师之后，主要以彭志权为学习目标，并以万能脑官为发展的目标，尝试很多不同的角色挑战自己。咁你哋兩個咧就又想即係大家講下啦，你哋咧就喺粵劇院咁耐啦嚇，咁啊排咗啲咩戲啦，同埋咧你好似未曾講咧，你點樣由廣西過嚟粵劇院喎？2005年我記得係2005年嘅嗰時青年團開班，青年團開班咁啊，當時院長係梅曉，咁佢就俾咗個電話我，咁當然啦，我識梅曉係更加早嘅時候啦，係九八年左右嘅，我啱畢業翻去梅州粵劇團，佢當時梅曉仲喺佛山做團長，咁佢就我哋當時係同佛山打對台，咁佢哋過咗嚟睇戲，就嗰時認識得我，咁就一直到2004年嘅12月，佢俾電話我，佢話青年團將2005年準備開班，你有冇意思過嚟加盟啊？即係一齊即係一齊演出啊咁樣啊，咁當時就好毅然咁樣決定咗。咁你剛當時喺廣西係有戲做㗎啦，已經係咪？已經做緊義幫。義幫即係做小生。係做小生。哦，嗰陣時做咩戲咧？都係文戲多，因為我哋。譬如咧？女驸馬啦，女驸馬裏邊有個小生嘅。因為我哋嗰嗰梅州粵劇團嘅戲路都係以反串戲為主。女驸馬。孟麗君，女秦案審婚，都係呢啲戲。但係反串戲就你又唔反串嘅喎，係啊，所以我就做裏邊嘅嗰啲小生啊，嗰啲小生啦，就唔會話即係扮咩啊嗰啲嘅。唔會。咁啊，於是咧睇中你，你就去咗粵劇院啦。係啦。好啦，咁啊講翻啦，嗱你啦，阿星啦，嚇，咁去咗粵劇院之後咧，即係排啲咩戲咧？排《白蛇傳》啦，《寶蓮燈》啦，《寶蓮燈》你就做過沉香啊，係嘛？其實是很曲折的，怎樣先是做靈芝，然後再做小沉香，是這樣的，因為當時就分上下半場，我上半場是做靈芝，我做是阿影做下半場開打這樣的，那到最後就直接阿影做了靈芝，我就再做那個小沉香，因為阿品姐就過了其他團演出，咁就臨時要頂位，咁我就做了呢個小沉香啦。當時我覺得死得我咁高，而係同阿唐佢哋咁樣襯，咁太瘦啦，就驚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得嚟咧。係啊，加上排得比較急啊，就咁啊把聲就接咗個劇本就排啦。咁大家都好照顧我，有咩事就覺得呢個位係咁樣，那個位咁樣交代好清楚，就咁啊演咗出嚟。其實最主要係印象比較深就是排《白蛇傳》的小青，都是頂位咁樣上嚟嘅，都係咁啱咁啊！領導覺得我應該可以勝任得到，就叫我做呢個小青啦。坤如姐、妥姐就又唔喺劇團，唔喺青年團啦，咁我臨時點上又做呢個小青。當時我覺得死啦，係長劇喎，咁多戲，我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勝任得到咧，又驚自己做得唔好啦，就。騰手騰腳咁嘅樣，驚影響到大家啦。但係敏姐同埋阿鑑堂啦，我發覺而家都好多戲同阿鑑堂拍檔。唔係阿星好犀利嘅，因為我記得當時佢接手嘅時候係好多演出嘅，基本上係冇時間，冇時間去俾佢排，所以佢係自己私底下係啊睇碟咯，都未自己去咪啊。係冇響排過，直頭係即上啊！哇，好犀利！係啊，即係譬如過兩日啦，有白蛇噶啦，咁啊。係啦，而家都好多係好多戲都係咁樣，好多戲都係臨時叫我去頂上做呢個角色，就係好似《星官記》嗰個秋谷，秋谷又係發聽日演出啦，今晚就睇咗個劇本，去到咁啊行下位先，大家就注意熟下位咁啊，咁啊演出啦咁啊，咁啊即係證明咧你係好醒目咯，因為點咧能夠睇到急曲咧，我哋叫吞生食，即係能夠咁已經係好。其實好驚自己會影響到成台演出嘅。不過我同你拍檔過，你記唔記得啊？我哋好似上幾個月咧，就喺澳門咧，咁啊演一個《白蛇傳》嘅。咁啊，我做白蛇，就你係做小青嘅有一場嘅。咁我覺得你個小青好好咯，做得好即係佢好俏皮，好適合個人。係啊係啊。
同埋咧，心電好。同埋咧，佢好記性啊，因為點咧？我冇做過呢個戲嚇，咁佢識得帶住我啊。咩有時我話不如你喺前邊啦，因為佢要嗰隻船咧，咁樣要咁樣遊啊嘛。哦，大家都配合得好好。係啊，演得好好嚇。我哋喺威尼斯嗰度演咗一場嚇。咁啊，你嗱，你又有邊個戲啊？喺粵劇院排啲咩戲啊？都有深印象，都有好多戲，係啊。當時過嚟第一個戲俾即係俾我嘗試下嘅就係、是應該係袁崇煥嗰個道長，係、啊、一個係全部白須。道長即係一個蘇生嚟嘅咯。白須白髮，啊、即係超然世外世外高人。係、啊首先就做呢個戲。當時袁崇煥係參加第八屆廣東藝術節嘅啊嘛。除咗呢個戲之後就到。白蛇第一個係白蛇，白蛇呢就做小生啦，做小生，許仙啦，哦，都 OK 啦，即係算，即係又唔話，即係自己自我感覺唔算得好好啊。即係完成任務咧，完成任務。無為間機啊，土無。即係好有感情啦嚇，係啊係啊。好嗱，咁你哋兩位咧就係、是、都係青年演員啦。咁我哋粵劇咧就有一個大賽咧，就好多青年演員都參加嘅，因為可以顯示一下自己嘅技藝啦，就係、是、叫做演藝大賽嚇。咁、你好似上次係參加嗰、那個《紅線導俠》，上一屆係做《紅線導俠》，係啊，都係其實都係自己揾咗劇本。啊！揾風叔啦，風叔就叫阿娟姨幫我寫劇本啦。阿梁松峰係啊，梁松峰咁啊，叫佢太太娟姨又幫我寫劇本，整理劇本讀曲。咁我將我呢個戲所有戲拉咗落嚟啦，然之後再叫風叔幫我執戲。即係佢係由外省戲，係咪京劇？係啊，京劇移植過嚟㗎，係啊，都馬蛋一個行當。係啊係啊，移植過嚟咁啊。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靠要靠自己去爭取咯，自己去一手一腳咁去揾劇本啦，揾導演啦，咁先可以排嗰個戲出嚟咯。咁劉棠咧就，咦好似阿小敏同你做嘅喎，嗰次係。係。斬驚棠。斬驚棠。對上嗰屆同第六屆啊嘛。係啊。不過真係好多謝，特別過咗嚟劇院。係啊，好多謝劇院咁多前輩啊，關老師、關國華老師啦，啊邵振英老師啦，啊關清老師啦，啊梁松峰老師啦，啊梁建忠老師，佢哋即係劇院，我覺得呢個氛圍係好好，好多藝術家係好無私咁樣，即係只要你肯學，就佢哋一定毫無保留咁去教，即係你呢個戲其實都好多人教過你，係啊，好多個人啦，即係。初時係鐘叔排過，咁後嚟我參賽嘅時候係梁仲峰老師排，係啊，即係都有佢兩個老師都曾經教過呢個戲，咁當時參賽係同阿敏姐做斬，因為你知啦，斬驚同呢個戲成三十幾分鐘，咁就斬到成二十分鐘。因為參賽係係啊，要好多取捨，都當時係好難排咯。咁又係阿娟姨啦，娟姨佢原先佢係搞創作嘅，咁啊阿風叔又老紅磚啦咁啊，都能夠幫我即係排得幾好，係啊。我知道，咁咧就因為當時咧係喺暨南大學嗰度參賽啦，咁我都有份見證你哋嘅，因為咧就係我哋呢個好戲連台節目咧就係錄像啦，同埋我哋做主持啦。咁我好深印象咧就係你哋各自咧都有一個手板嘅。你又有一段手板，你又有嘅。咁不如唱一唱咧，你個手板唱得幾有特色嘅。無為間機啊，土無空。係啊係啊，即係好有感情啦嚇。係啊係啊，咁能夠一收煞，特別即係我覺得歐大哥佢唱腔特點係。輕重緩急，佢分得好清楚。咪抑揚頓挫。係抑揚頓挫，即係佢特別佢要嗰個黃鶴係佢要去殺自己老婆嘅時候，嗰啲心情好矛盾。好矛盾係啊，步步為艱，行一步都好艱難，處理得好。即係未出場咧，借鑑咗，借鑑咗，係啊，借鑑咗咁嚟阿明哥繼續咯。印象好深咁啊！阿星星咧就係嗰個
東馬蛋啦、我見你咧就即係好得意啊，即係你呢個東馬蛋其實做得好好啊。其實佢呢個東馬蛋好難度大，又唱啦又做啦。係啊，佢呢個前面佢有前面兩三分鐘係由身段表演，一個走邊咁嘅樣，要揸陳忽，要表態一個人嘅舒展，佢嗰種心態係佢夜晚佢需要去渡合，佢渡咗樣嘢翻嚟先可以完成任務咁樣啦。咁就喺夜晚巡視咁樣一個表演嘅形式咁樣咯。就我呢個身段其實係借鑑我喺之前有個大集訓。在公安廳搞過一集訓，就在入邊有個劉琦老師，京劇的劉琦老師教了我個胡家莊的起霸，我然後咧喺呢個起霸入邊咧抽了一些動作翻嚟，再揼在自己呢出戲入邊，再重新去調整咁去偷呢些技巧過嚟。有時睇下小説啦，啲網絡小説啦，咁啊就中意影下相咁樣咯。即係影下相。係啊。即係平時演出啊，咁都影下相。唔係，係平時中意自己出去一個人放假休息嘅話，就揸住台單反自己喺個街邊睇啲學人哋影相。咁啊，覺得你影相嘅話，可以對我哋舞台嘅各方面嘅平衡。係啊，會影相要構圖啊，係啊，構圖啊，知道點樣去。處理得更加好啊嘛，咁學人哋咁揸住個相機喺個街度影下相咁樣咯，都係啱啱開始接觸嘅。係啊，咦得閒將啲相發上微博，大家共享下。咁其實好好噶，我哋演員咧影相係我都中意嘅，因為我哋咧可以去好多地方，咁四圍去咧我哋會見好多嘢，咁唔好嘥咗佢。有時見到啲特別嘅嘢影翻嚟，係留念咯，做個紀念咯。咁每一樣嘢，你覺得啊呢個好特別，你影出嚟有感覺，就可以編個故事。對呢張相係點樣點樣咁樣咯。係啊，故事上去好似我咁，我呢次咧就喺加拿大咧見到一個大炮喎，佢係一個古蹟嚟嘅。咁啱啱我影張相嗰時咧，有部車喺後邊喎。咁我影咗之後咧，我貼題啦，我就話叫做車大炮。好嘢！我覺得好特別咯，即係突然之間會諗起呢三個字。咁你咧？你平時中意做啲乜嘢？好枯燥嘅，都係上網啊，睇下電視啊咁樣啊。不過我比較中意開局。因為有啲朋友啦咁樣啊，都經常會叫我去唱下嘢咁樣嘅。特別有時依家我哋有班朋友喺東莞，咁啊成日都叫我哋過去唱嘢，係啊。因為我覺得唱嘢幾好，因為我自己嚟講啊，我覺得我唱功係比較即係都仲比較欠缺，係啊。做戲當然做戲嗰方面都仲係唔得啊。我覺得唱功一定要唱好先，係啊。一個演員一定要唱好先。唱練做打，唱係排第一嘅。係啊，所以通過開局咧，能夠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容易提高嘅一種辦法啦。即係以自己平時都有練嘅，但係練咧，我覺得係唔夠去即係去唱或者去咁樣大家即係入邊都唔算係舞台咁樣，但係能夠有夾樂啊，有樂隊喺度咁樣，即係自己感覺到好好多。係啊，同埋唱嘢咧，你錄翻音咧，翻去咧好似照鏡咁，知道呢句咁核突。係啊，呢句真係好難聽喎。係啊，一定要即係一定要錄低啦。係啊，即係知道自己缺點喺邊。係啊，知道喺邊。咁啊，除咗唱嘢咧，有冇拍拖咧？我結咗婚啦！結咗婚㗎啦，結咗婚啦，係啊，你冇結婚請我飲啊！唔係，我係喺廣西嗰邊已經結咗婚，係啊，即係
即係嗰邊生活比較安定。喂，你好後生嘅啫喎，你廿零歲嘅啫係嘛？唔係，都三十幾㗎啦。三十幾㗎啦，哇！你咁出，你點樣保養㗎？係啊，係啊，即係好早結咗婚啦，因為嗰時咧，我喺廣西嗰邊啦，生活比較安定嘅，所以冇咩嘢，即係除咗演出，除咗演出就係休息。我排練都甚少嘅，因為我哋都係嗰幾個劇啊，十套八套廿零套戲咁樣就即係唔使話點樣排。哦，原來係。所以好早就結咗婚。嗯，咁啊，星星咧拍拖咧，而家仲未都冇啊？係啊。點解啊？忙得滯，唔得閒拍拖。我覺得呢啲嘢隨緣啦，又唔好急住嘅呢啲嘢。咁有冇心目中哎呀，我要揾個男朋友咧？又要温柔嘅，要體貼。其實係最主要咧係。對身邊的人要好，個人要好，同埋最主要對屋企人好咁咪得嘅，孝順。其實其他嘢都唔怕嘅，大家一齊努力唔得咯。哦，幾好，咁好容易揾啊！不過咁後生，唔使急先啦。係啦，好細個就佢啫。係啊，係啦，咁啊講下咧，就係即係各自咧，青年演員咧都有自己嘅理想嘅啊。咁即係遲啲咧，哎呀，我要希望做乜嘢，或者有咩計劃嚇，講下俾我哋聽下，你先。我覺得首先要確定自己點行嗰條路。嗯。係啊，我覺得依學我師傅係我好好中意我師傅，佢啊做人做戲都係。嗯。佢條路真係好寬廣，我覺得。嗯。係啊，做咩都得。嗯。即係我自己都亦都好中意咁樣。嗯。即係以後無論點樣啊，即係劇團都係，即係我覺得我係適合我嘅，我就會去做，唔論。唔理咩角色，嗯，但一定要做，即乜嘢行當都嘗試，都要用心去做，嗯，就係咁樣。即以後咧，你決定咧，好似你師傅咁樣，嗯，樣樣都去嘗試，係，包括其他藝術門類都去嘗試，即好似拍電視啊咁樣。係啊，係啊，係啊。咁希望我哋有啲導演睇到咧，就之後揾你去拍啲某些角色。多謝。試下係嘛？係啊。咁星星咧，其實好似同阿唐咁樣啦，都係即係。務實踏實跟去做事咯，咁啊各方面啊領導話想你咁樣嘗試呢啲角色都唔怕去做，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可以其實對自己好大提高噶。你接觸另外一樣嘢嘅時候，你會覺得呢個嘢我未接觸過，原來佢可以咁樣去表達嘅，佢人物點樣可以做得更加生動啦。其實唔需要。企死喺一個小蛋或者東馬蛋嘅位置，多個角色去嘗試嘅話，你自己個知識面就會廣咗，吸收嘅嘢亦都會多咗咯，各方面就會好咗。我覺得呢啲嘢係好好嘅，接觸多啲角色嘅話，冇錯啦。咁希望咧，你哋嘅理想咧就係即係不斷咁樣實現啦，好嗎？咁亦都希望咧，觀眾朋友咧記住呢兩位優秀嘅青年演員，一個咧就係朱紅昇，一個咧就冼鑑棠。咁多啲支持佢哋啦。嗯，多謝你哋兩個，多謝珍姐，多啲支持我哋嘅節目，多啲睇好嗎？好。好。睇阿雙講戲，品戲曲人生，普及戲曲知識，弘揚傳統文化，係我哋梨園藝壇嘅呢個板塊嘅宗旨。咁我哋將會請嚟呢個當紅嘅老官同埋老師咧，就講下呢個戲曲嘅知識嘅噃。咁啊，講下咧舞台上邊嘅唱念做打啦。手眼身八步啦，咁啊豐富下大家戲曲嘅知識同埋欣賞能力嘅。咁呢一期咧，請嚟著名嘅文武生歐海明講下文武生嘅出場。保衛間驚啊堂一收腔，你先對把劍出去先。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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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嚓嚓叮。觀眾朋友，你哋好，歡迎大家收睇梨園藝壇嘅節目。我係呢期嘅主講老師歐海明。呢期咧，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著扣、著大扣係點樣表演。怎樣運用，怎樣抖旗，怎樣利用那個靈子雞尾去塑造人物，我就想以粵劇《斬驚堂》這場戲作為一個例子跟大家講解一下吳漢的出場。吳漢的出場在《斬驚堂》戲裡面，吳漢奉武命來到驚堂殺妻報父仇的故事，
在表演时把剑和铃子要抖起来，体现人物复杂矛盾的心情。吴汉知道那个老豆是被自己的老婆黄兰英的老豆杀死的，他心带着这个心情上去京堂要杀自己的老婆，那个复杂的心情，所以他第一句的手板就是步步为艰惊讶堂皇，好真的叮叮叮叮叮叮叮嚓嚓叮嚓多叮。因为他那个吴汉那个春场啊，他这个时候啊是很矛盾很痛苦的，可以这样说。因为刚听到母亲大人跟他讲了他那个家事，讲过他那个惨状，所以他来到这里，他第一句的步步为艰，你唱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唱的时候步步为艰惊讶堂王，一收腔你先对把剑出去先，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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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叮嘟噜清嘟噜清清叉叉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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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等锣鼓打响先，呢度唔使急嘅，呢度唔使急，锣鼓打起你先再起步走。这个相好重要，这个背后亮相啊，这个背呢是给观众看的，这下棋一定要抖起它，噔把气把神定住之后先在这里啪一下，通这个位置京堂在那边，京堂在那边，抬这步的时候观众一样是要看到你的背棋和批头那里的感觉，和铃子要抖一抖，噔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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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叉叉叮叉叮叉叉叮叉叮叮叉嘟嘟清，即系咧剑水旗鸡尾一定唔好乱吓，唔好乱，特别尤其系试系最后嗰下斗旗啊，最后呢下斗旗咧，你要把嗰步啊摆好先，定住啦，喺呢度用一种阴力，啪一下。先把眼眼睛亮起身之后再收回来，惊堂此尺叮叉叉叮不对你啊、哦、是要亮在这里，把压一下压一点点压一点点压一点点，你第二下锣鼓叉叉叮嘟叮，你先再昂起身，是不是好了，那个鸡尾啊一下到位叉叉啊啊通啊，眼睛先睇住剑，再把眼睛调向观众啊，叉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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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清叉清叉清好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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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扣棋和那个铃子的运用一定不能够太花，要一下还一下，比如说拉铃子啊，不能够太花他的表演。我覺得有個梅花藝術團咧，就對我哋梅花梅花即係梅花獎各位嘅演員啦，得獎嘅演員咧係一種鞭策咯。
那是一个对弱者中的弱者，强者中的强者。在我们阿湘讲戏节目里面呢，其实新增加了一个呢和戏迷互动的小板块，叫做戏迷点播。大家可以写信来呢，就点播你们心目中喜欢的名曲名段的，可以送给亲朋戚友啦。今天呢我收到这一信呢，他们呢就说要点播这个封腔的名段，我们一起欣赏。
在阿湘讲戏，品戏曲人生，新鲜戏文，丰富资讯，尽在戏曲采风。我哋将会网罗呢个戏曲界嘅第一手猛料、新鲜料咧，送俾大家嘅，咁啊令到大家咧第一时间就知道我哋呢个剧坛嘅新嘅信息。咁呢一期咧，究竟我哋网罗到乜嘢新资讯呢？一齐睇下。由广东省文联省戏剧家协会主办，广东梅花戏剧团、广东粤剧院承办的梅花迎新戏剧盛会在广州黄花岗剧院举行。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南粤艺术家将会献演粤剧、汉剧、潮剧、擂剧、话剧等多个剧种。那是一个对弱者中的弱者，强者中的强者。可敬对马仔。梅花是本次演出的点睛之处，晚会现场充满着各种与梅花有关的道具，这些绘景与书法全部都由著名书法家完成。演出的四个章节也都分别以寻梅、探梅、问梅、种梅命名，寓意艺术家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与探索。我觉得呢，应该是要把这些梅花团这些最顶级的啊，这代表我们广东最顶级的演员，而且是来自各自剧种的啊，粤潮汉雷、话剧、舞剧、芭蕾都有梅花奖获得者，那么这是广东戏剧界里边最高的水准。所以我们今年呢，我们省文联、省记协主办下呢，就促成了一个在广东梅花戏剧团的成立。我觉得呢，我们呢就应该要把这些资源整合，然后打造不断的出精品、出人才。也是一种探索，我觉得呢，这种呢是很符合现在目前改革的方向的。其实呢，能够获得梅花奖都是一种大家共同努力的一种综合的结晶。咁啊，唔單止係一個演員嘅，演員喺台上，仲有編導演啊，各個部門啊，都係大家辛勤創造出嚟嘅成果。所有的梅花獎獲獎的演員，他肩上都負着繁榮戲曲那個弘揚戲曲精神，為我們的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瑰宝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一份很大的责任。广东省文联组建的梅花艺术团，应该说是这个贯彻落实这十七届六中全会建设文化大、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那么能够召集广东省所有戏剧梅花奖的演员同台演出、同台竞技，本身就是对广东戏剧界做出一个榜样的作用。我觉得有个梅花艺术团咧，就对我哋梅花梅花奖各位嘅演员啦，得奖嘅演员咧，系一种鞭策咯。因为我哋得到奖以后咧，就点样再使自己进一步嘅提高啊，同埋点样对自己嘅艺术仲有冇即系或者向往啊，或者系希望能够再一步咧，咁多啲机会，大家即系各个剧种大家互相交流啦，仲可以即系可以讲话承前启后啦。这次晚会佢始终咧，全部梅花奖员对我们广东嘅戏剧界应该是个大喜事，我们还有准备计划到下面去演出，还准备去出国演出，到港澳演出，在推动我们广东的戏剧发展啊，推进把我们传统的广东的四大剧种吧，就的粤剧、潮剧、汉剧，还有雷剧，希望我们把我们广东戏曲的面貌展示给观众。我们这一台晚会是什么样的剧种都有，特别有意思，在这一块可以节选出自己喜欢的或者自己最拿手的那一段的东西，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我觉得不管是对观众而言，还是对我们演员本身而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梅花迎新戏剧盛会是广东梅花戏剧团主推的品牌项目，是该团至今成立以来第一次大型的演出。在完成广州首站演出之后，广东梅花戏剧团将在2012年转战香港，并走出国门，在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地区登台，一展岭南戏剧的风采。南方电视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话剧院的杨春荣。我是卓佩丽。我是林芬。我是冯光毅。我是魏慧英。我是广东粤剧演员的曹秀琴。我叫李鲜花。在这里我和你们拜一个早年，祝大家在龙年里面龙马精神，万事如意，新年快乐，阖家幸福，龙年龙马精神，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好，万事如意，龙马精神，最主要是多赚点钱。睇阿湘讲戏，品戏曲人生，台上台下小板块是以这个专题的形式介绍省港澳地区大大小小的剧团，他们的演出情况和幕后的故事的。好，我们一起走去广东粤剧院。位于广州市东风东路的广东粤剧院历史悠久，艺术力量雄厚，是粤剧界规模最大、水平一流的表演艺术团体，被誉为粤剧的最高艺术殿堂。在这个粤剧的最高艺术殿堂里面，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年轻演员。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摄像机一起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进展情况。眼前这位身手敏捷、武功高强的靓仔，相信广大的戏迷朋友都认识，他就是大老官丁凡的爱徒，一团的优秀青年演员文宇清。他现在演的是武生重头戏《佛子刀选段·紫刀惊魂》。冤冤仇仇，为争一口华夏气，将叹千，你夺衰恩那下，灭我威风，我领兵攻城那下，你将眼罪问。佛子刀是武生的重头戏，唱造武打都很繁重。武生在这出戏里面有精彩的唱腔和高难度的扑跌动作。其实这个题材我是一年前就已经开始留意和在准备了，因为这个戏呢，它是可以充分地表现了演员的唱念造打，所以我选了这个戏。是 怎样把握这个人呢？因为他是一个很厉害、很靓仔和好打得嘅一個咁人，所以佢係好自信同埋好驕傲自滿嘅。但係最終點樣去演繹咧？我就會喺形體上啦，喺眼神各方面啦，同埋每一個表情角色啦、表情嘅處理啦，都合理咁去利用好佢咯。文宇清而家已經係一團嘅主要演員。在《狸猫换太子》《范蠡献西施》《伦文最传奇》等剧目中担任主演及重要角色，并且在广东省第四、第五届戏剧演艺大赛中荣获金奖。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徒弟，恩师丁凡肯定付出了不少的心血。文宇清这次排的《紫刀惊魂》，他就自己是看了很多参考很多京剧、昆曲的录像带来排的。因為咧就佢自己話佢本身以文戲為主嘅，咁因為依家佢就覺得後生咧就應該趁後生做多啲武打戲，第時年紀大唔喐得嘅話，咁就我覺得都唔錯咯，即係話起碼有多啲機會去練功。咁呢個戲咧就京劇就做得比較多，粵劇係比較少做嘅，咁有一定嘅難度啊，嗰啲僵尸啊咩之類嗰啲咁，佢到依家都喺度，又喺度練緊。我覺得都係個青年嚟講咧，我覺得佢有咁嘅心咧去練，我覺得都係幾好咁咯。葉培係一團嘅主要演員，青衣花旦，佢嘅扮相莊重俏麗，表演感情真摯，唱腔委婉動人。怎忍苦？送啊！
带头、点翠花、蓝屁、花裙、彩鞋，这个就是叶培饰演的黄桂英。为了救沉香而舍弃自己的亲生仔，一位大二的母亲。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叶培付诸了很多的心血。黄桂英这个角色呢，就是青衣行当，但青衣行当呢，就是母亲的角色。母亲呢，就我自己都是做了母亲的。咁喺呢個戲上咧，就將自己所有嘅唱腔啊，同埋表演啊，都親身感受到好似真係同自己嘅細路做緊戲咁。該凄慘嘅時候，我真係好凄慘。一團嘅當家花旦，著名粵劇演員蔣文端，佢演閨門旦、青衣、刀馬旦等旦角十分在行。看看他有哪些演青衣戏的心得可以跟叶培分享一下，可以令他在参赛中表现更为出色。青衣呢，可以说是女仔花旦里面是比较一个重的一个行当，尤其是在表演上面呢，就要求是要好大卖啦，但是又要稳重啦，咁系而且因为在年龄的上面嚟计咧，青衣应该就是结咗婚的女性啦，咁所以佢遇事都应该是比较稳重所以在表演上面应该是较为含蓄，同埋系要大家啲嘅。大闹青竹子是南拳短打硬功戏，剧中主要表演南派守桥、硬桥硬马、虎虎生威，还有产耳、莲花座等南派功架。表演这出戏的年轻演员就是一团的黄春强。何错背溜彩灵药，速速草药起心间啊！大闹青竹子呢出戏既保留了南派武艺硬朗利索的艺术风格，同时又糅合了影视武打、体操、平衡木等表演元素，曾被列为两港南派粤剧精品。黄春强为了演好呢出粤剧精品戏，肯定挨了不少的苦。困难就好多啦，第一就青竹子咧系属于南派粤剧。是南派武打戏嚟嘅，咁样系出于打和尚嗰个排场而出嚟嘅。咁当中有好多南派嘅技巧啦，有莲花座啦、铲台啦，有双照镜啦，仲有好多南派技巧。比如双照镜啦，咁我哋未接触过咁喺学校，咁一出到嚟第一次练。一跪個蓮花座係嗰個凳pan咧，有凳pan咁樣轉身一跪嘅，咁一唔小心個小腿骨好容易撐到花曬，而家都傷都幾嚴重下。《艷陽樓》係一出花臉戲，主角高登醉酒鬧事，所以呢出戲入邊有好多醉打嘅表演程式。信者窗內亦。射入梦，佢一般平时开打嘅话，个人一般都好清醒噶嘛。佢呢个人咧系饮咗酒之后醉去打，所以佢嗰啲形态啊，同平时啲人开打都唔同嘅。所以啲开打嗰啲即系啲技巧啊，同其他嘢都会好多好多人嘅。广东粤剧院一团可以培养出呢一大批青年演员，剧团嘅领导真系下咗不少嘅功夫。我哋自己团嘅近一两年嚟嘅着重点咧，都系培养青年，系我哋好首当其冲嘅任务。等一批更年轻嘅演员迅速上嚟，跟上我哋一团嘅步伐。咁所以我哋喺呢一两年时间咧。不但止同佢哋排好多節子戲啦，仲有喺長劇裏邊咧，亦安排好多啱佢哋角色，大膽起用我哋喺實踐中去鍛鍊。咁其實經過依一段時間嘅演出啊、運作啊，其實我覺得依批青年演員咧成長咧係好迅速，亦係即係得到好多實踐機會俾佢哋咧。我覺得佢哋已經係可以講係比較成熟。睇阿湘講戲，品戲曲人生。越企就越，你知啦，好攰噶，好冤噶，真係。
好冤嘅，成個手臂。咁耐都唔翻嚟。係咯，咁耐都唔翻嚟，五分鐘咁耐嘅。跟住過咗差唔多廿分鐘到，佢終於出嚟。哎呀！我唔記得咗你添啊！我唔記得咗你又仲喺度企住添啊！嗰時我已經傻曬啦，已經。